篇二十一篇太美的诗教着领众，耶和华蒙人类的能力，欢喜人类的救恩，他快乐何其大！天主借他心里所恩的，你已经施给他，他最顺所求的，你每常不忍润。第三节，你以美福迎接他，把真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。第四节，他向你求书，你偏施给他，就是你自从救赎的尊人。第三节，他以你的救恩，他要荣耀，你要将尊荣换任，加在他身上。第六节，你是他要丰富，赐多尊人，要是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。第七节，望依靠耶和华，认知我的慈爱，必不由衷。第八节，你的笑容消除你的一切愁绪，你的忧愁要消除那些恨你的人。第九节，你发怒的时候，要是他们如差人物的火炉中，耶和华要差他进入中吞灭他们，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。第十节，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，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。第十一节，因为他要以家开与你们，他们尚出奇妙，却不能作神。第十二节，你必使他们准备逃跑，将他们的脸搭建拆线。第十四节、十三节，耶和华因你仁慈己的能力，成为至高，就让我们超创世，歌颂你的大能。